哇，今天公司有免费的牛奶可以喝，这里，这些都是免费可以喝的吗？对，六罐，啊，优格鲜嘞！乳坊，然后跟优格，哇，太那幸时候福是了！鲜乳坊，就是好吃的鲜乳坊，真的对，然后鲜乳坊的热风鲜乳，哦，哦，这个一瓶大概多少钱啊？这个不太晓得，忘记了，应该也要天哪，我们真的幸福大期七了，八十有块免以费的上。可以喝。好啊，这个是我们冰箱看到的东西都是可以喝的，好，都是可以喝的。OK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我要来喝啦。